今天4月27号礼拜天，在桃园球场进行了中华职棒中信兄弟与地主打美国桃园队的比赛。除了在中华电信 MOD 最高画质的国际运动频道为大家做现场直播之外，华视频道也同时同步做现场直播。郑田树进入到第四局的投球，用球数是有点偏多了哈，平均一局标准值15颗，三局投完应该是45颗，但他前面呢三局投完已经投了57颗，用球数比标准值多了12个。界内哦，这个球一垒手拦截下来了，炮给福威的投手刺杀了张志豪出局，一垒手林志胜哦 ，nice play， 这个球很偏。因为外面了耶，哼，还可以拦截到。我原本以为要车步边了，结果车没有车出去啊，被林志胜给拦截下来。主要是因为左打张志豪有很强的拉回能力哦，所以林志胜一开始守的时候也有稍微守的靠近边线一点点哦。反应非常快哦，接到球之后一个转身还可以投得很准。